嗨，我是田儿，我现在来开箱。田儿在网络上面购买了哪些款式的衣服，然后来分享给大家哦。来看一下。这次在网络上面购买的每次都是比较属于两件式的长裤的款式比较居多。那我就先来看这件这套的话呢，它是方裤，黑色的方裤。腰身的话可能要再改，然后他的衣服的话是斜肩的，然后蓬蓬袖单肩的这样子，对，蛮美的。而且他还蛮贴心的，是他里面有没有防滑的，像这种的话他如果没有防滑的会掉下来。S 的尺寸，然后这一套它是有点米白色的，然后也是方裤跟一字领的蓬蓬袖。它有长裤，像这个的话，它应该是不用改那个松紧的，然后它就这样子比较宽版的。裤长好像有点太长了，到时候再穿给大家看哦。它的裤子是这样子，然后它的衣服是还蛮可爱的，是蓬蓬袖，然后有点米白色，可爱的小衣服，是的。然后这一个的话，它是一字领的，然后有点。连身裤，不知道到时候要不要改飞 XS。 蛮美的。然后另外一件是连身，也是短裤，然后看价格，然后还有抽绳可以再拉紧，不能拉的，它是绑死的，不知道送你带够不？这是白色的短裤，可以穿在一些什么搭在花色的上衣的，就是短裤可以来搭那种花衣的长版的里面都可以，蛮适合的。那个很厚，那个产品是属于比较厚的那种，而且有内里，旁边有一点小开叉。不要太大件，然后牛仔短裤，我找那个颜色找好久，因为我有一件外套，它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的颜色，然后松紧的，它是高腰裤，然后有点小花苞感觉，也没有说很大的花苞。我再穿给大家看，然后还有这件是白色的，也是蓬蓬袖纱的那种上衣，
前好像有肤色，然后我们有白色，可以就是拿来做搭配。那种衣服都还蛮好看的。然后买了一个饰品，黑色黑金系列的，然后这个是黑金系列的大的耳环。有点流苏感，都还蛮酷的，像这样的感觉，那种个性。然后搭一套那个金色的这样，这个很便宜，这个才几十块而已。然后就是多很多款式的串珠，像我这样子，然后这些金色。蛮好搭的，但是碰点没关系。OK， 就跟这个搭一组，还不错。好了，我就开箱我这次在网络上面购买的，就是服饰，到时候再穿给大家看看，穿穿感觉是怎么样的。拜。那我穿这一套的话，它其实松紧带的地方还是有点大。对，可能之后的话会去把松紧带再调紧一点。它穿起来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手链，然后还有耳环的话就还蛮美的，我喜欢。然后这一套啊，白色米白色的宽绑裤，它穿起来的感觉就是像这样子。对，它的那个腰身就比较合一点。然后耳环、手链，会穿比较高一点点的鞋子。然后白色的那件裤子啊，它的腰的地方是还好，可是我觉得这边太宽了，然后旁边有点开叉。然后衣服的话，上半身的衣服是圆点点的那种纱的，这件就还蛮好搭的。然后再把它拿去改吧，改短。然后这一件牛仔短裤啊，它穿起来的话就是这边会有点皱褶花苞的感觉，然后我有把裤子就是再折得比较短一点，对，看起来的话就比较翘皮一点。对，它的腰身是合的，都还不错。这边怎么有颜色？怪怪的，这边有点辣的感觉是吗？这一件啊，它也是宽腿裤，可是这件超大的，这个可能要拿去改很多。对，然后它是斜肩的，然后它的袖子是一边是纱网纱的泡泡袖，圆点点的，嗯，超大，要拿去改，然后也是要穿比较高的鞋子。这件的话真的就是这个一字领的地方超大的，我可能会再去加个就是两个那个吊带的地方，因为它如果整个放下来的话，它就会变成就是太大，它正常是这边要撑起来，可是其实腰身的话屁股那边都是合的，就还蛮可惜的。